什么？延后比赛？提前借阅神农一点下册。神农一点下册，是救叶修独唯一的希望。即使希望再渺茫，我也会尽力一试。本丞相还烦请各位在翻阅时，切勿离开此处。请。 终于到手了，青洛，原谅我的隐瞒。身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我本想让浩然劝你放弃，毕竟楠楠已经失去了父亲，别伤心了，不能再没有了娘亲。但我了解你，知道你的性格，别伤心了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会为了我去争取神农一点。青洛。 你记住，要拿到神农一点下册，你的敌人不是青河，而是这个隐藏在暗处的修罗门门主。叶修独，大哥，上一个威胁本君女人者，早已经黄土埋身，你司徒羽也不会是个例外。